客队的梦想家麦卡洛、吉尔贝克、吴永胜、林俊杰以及钱肯尼。好员、福员、领航员有施静瑶、林振、卢俊祥、桑尼跟陈玉瑞。麦卡洛球还在他的手上，前面面对陈玉瑞的防守，欧洲步跨进来，第一个 field goal 是麦卡洛 ，go， 比数目前4-0。麦卡洛投一个大号三分球，哇哦！我认为，来看一下暂停回来的 ATO， 卢俊祥持球往篮底下交 ，Washburn 这一次直接单手扣进，找德威，防守没有对上来，这边漂亮，空接进来，阿吉，哇哦，被绝杀 ，Washburn 来到场上，这边底线给到 Washburn， 老球，从另外一边。个人是连拿四分，是 Washburn 场均20.9分，也是领航员全队目前排名得分最高的选手。第一直接要给卢俊祥，这个 Aliu 让69摆了进去。麦卡洛要分，底下德威自己再搏再点拿到这两分。麦卡洛最后这两步，再一波进攻机会。领航员场上有桑尼红和张镇雅、白耀成以及 Washburn。老吴飙进三分球，德威在弧顶，给到钱肯尼拉到篮筐另外一边，钱肯尼这个上篮高难，来看看桑尼直接翻身抛投。第一节桑尼其实出手蛮多球的，但是命中率比较低一点，在这边来一个长距离三分球，那还在给 Washburn 往里面交，小白。小白这边吃掉了，再给到小白，这边转身，砰砰在弧顶来一个 rainbow shot， 现在领航员把比数反超，15-14。哇，他今天赛后赢球的话，可以去吃一下吃啊。哇，德威这边中距离翻身还颜色的超杰。来看一下老吴速度带起来，没有闪过杰森 Washburn， 在第二节先发上阵。小白提高给到黄宏汉，左边三分出手，这是一个三分球。哦，这是传球。卢俊祥，这个背后运球，闪过了防守球员，自己到篮底下，然后最后是 Washburn 点进这两分。哦，不过这个球六球其实打得想法。Washburn 想打到篮底下撞进这两分。哦，我觉得在进攻到篮底下，哇，直接被陈冠权挡了下来。哦，最后麦卡洛投进三分。这应该是踩在三板，动作好像都还在啊。嗯，真的就是到时候5点钟要考验一下梦想家。对，哇，这球卢俊祥跌跌撞撞还是拿到这两段时间，重新回到场上。当你试探步之后，直接拔中距离得分。好，这种距离比上你的投篮手感。博神。接球后在三分线外出手，好，这就是小白，对方走 under 的情况下，直接拔一个三分球来。哇，这边是阿吉的三分球也终于开张了。mismatch， 嗯，这边换防回来了，也很快的换防。桑尼。直接来挑战周伯成，打进这两分。哇，在进，刚刚出手是没有问题的。周伯成这边大打小的机会，这个抛投摆进两分，他在第二节有拿到。出来接，再回给林俊杰，直接再来砍一颗，个人在第二节第三季的三分外线。阿吉把速度带起来，哇，还有这个 double 做的蛮好的，我林俊杰，梦想小跑车，梦想狙击手，梦想吉娃娃，来自南投埔里的阿吉林俊杰，飙进了第二节的第四颗三分外线，拉开空间，小白跟 Washburn 打同一边。在弧顶是杰森·瓦斯的出手，
哦，上半场他的得分是最稳定的、哦。哎、欸，太太射。哦，麦卡洛直接把球给点掉，前面修他已经会来个单手扣篮。哇、哦，伤愈复出，可能先一攻先交给了吉尔贝克。麦卡洛绕过来接球，运球之后撤到三分线外出手，在下半场第一个 field goal 球，麦卡洛飙进三防守，投大臂上来要做打开。分给底线的钱克宁，这个三分出手在第三节前段梦想家 Washburn， 再给大家摇，分到底线，瑞瑞这边有个看窗的机会，标定三分球，阿吉跟大兵做个挡拆，停在弧顶来，这是三分球，阿吉不能放啊，单场第五颗，再给到卢俊祥。这边再切到篮底下，摆进两分。钱克尼拉杆出手，挖出本单场第三次火锅。钱克尼把球拿回来，飙一个三分，两分没有换三分啊！我的不止阿吉一个，这边领证也来一个三分球。我觉得在今年赛季里啊，四六五一，双方五分的差距。好，挖出本画不进来，双方的分差持续的缩小，做个配合，且底线进来，卢俊祥绕过篮筐，最后球直接被扇出了界外。他这边六九，这边是被吃了一个火锅，没有对上，直接投篮底下，这一次吉尔贝克首度得分，终于啊，怒吼一下，都还是按照正常调度来走。桑尼这边三分后卫有个看窗的机会，是他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颗三分。球再给德威，交给简浩。漂亮！交这个助攻给了相当精彩，让台湾魔兽李德威左手啊分给凤凤，往里面交，这边发生了失误。这边前面吉尔贝克飞身的双手扣篮。哇，领航员这次的简浩再分，麦卡洛。再找到道格，三分出手，把难度很高，照样投进。领航员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在第三节末段，两秒钟必须要出手，当真八分，投进了这个八分 ，Peter， 让领航员打完前三节的分数，中距离没把握住。简浩这边接球后再次出手，延续他在第三节，没有想到比赛持续进行。直接里面大打小机会，桑尼转身放进两分，好，这一来一往啊。阿瑶这边防守者沉退，这个三分篮底下是碰碰捡到一个进攻篮板，加一的麦卡洛切进来要来对抗，最后是自己单手把球给塞了回去，哈哈，麦卡洛。麦卡洛选择三分的出手。哇，不是威力了。小白来 kick out， 这边碰碰接球后直接出手来一个三分球。哇，这个三分球对于李航员。接到空心的卢俊祥，到篮底下摆进两分。这边再给到卢俊祥，挑战篮筐绕到另外一边，个人是连拿四分。阿吉，阿吉接到篮底下，这两分滚了进去。哇，这段时间阿吉有。李德威，这个。阿吉在左边这个框，篮底下挖出本得分，这边再抄一个球之后，卢俊祥再喷一个三分，不大意不得哦。虽然现在还是，
这边梦想家在客场来迎接胜利，最后的比数是85-77，梦想家在客场8分差拿下比赛胜利，终止近期的2连败，同时也赏给主队的领航员近期一个3连败。今天77分虽然比上一场比赛领航员已经从63分进步了14分，但是整体进攻上面感觉还是有。